测试一下那个心率电机带记忆的，看它的负载能力，还有它的功率。你看看，现在坐了两个人上去，大概300斤左右。它在升降的时候是没有发现有异常的，非常的力量非常的足够，但非常的稳。下降的时候非常的顺，没有任何的异响，也是非常的足够。下电机，倒背下降。